是就才发现，就是最近我想再次出发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就进去了？是很难忘掉的，有请李振林团长，欢迎李振林。来，振林小帅，来，几位请。好的，辛苦，辛苦这里。好，那就是李小姐，我们坐上的这位，在这边先让您欢迎。好的，来，刚才我们说一下，我们先从青蛙，你看我是什么一个状态？在今天晚上，还有我们的中文版的创刊，还可以什么相关的信息，我也是期待跟大家分享。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今天很高兴，然后就是很多很多在一起，然后期待有更多的信息。就是多多来，来多来表演。那我们今晚主题是我们的时代，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时代。今天晚上的主题呢，是我们的时代。Thank you.